波总，哈，对了，现在应该叫你薄警官。该说的我在警察局都已经说了，你还有什么问题啊？ 细节。 沈经理，轮到你了。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？那晚我就跟薛晴在一起，不信你问他。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，案发当晚，那个人确实进入他的房间。这么大的雨夜，一个女孩子不会无缘无故的跑出屋外，除非是有凶手逼她。 很不巧的，他的耳坠又掉在你这里。我不知道，博总，我真的什么都不清楚。你不能就这样把我们定罪。 开什么玩笑，博总！ 这么大的区域就我们几个人够吗？没办法，根据鬼教授的侧写结论，这个变态狂本身就擅长隐匿踪迹，非常敏锐，人一多难免会出现破绽。如果被他发现了，我们这个陷阱可就收不成了。哎，怎么样？ 我今天会在天亮时破案，在这个新华社摸耳后，就必须赶在天亮之前带凶手所在的别墅留下信息。你怎么知道他一定会来？他一定会来，为我而来。为什么？他对于你在查的案子，就好像了如指掌一样。那些人，他一直在我身边，躲在暗处监听、窥探、伺机而动，而我迄今。 却没有发现他的任何踪迹，很显然的，他非常擅长潜伏，所以。
他也很有可能在我们的办公室里安装了窃听器。不是可能，是肯定。那你怎么告诉我啊？告诉你还怎么本色出演？如果我要是早点知道，或者多点勇气，婉薇也许她不会死。南辰，你千万别这么想，这件事情不是你的错。重返犯罪现场真的有用吗？裴泽，这个杀人犯，要是他坚持嘴硬的话，法院会判他有罪吗？我相信警察一定会还婉薇一个公道的。凶手一定就是他。别说，行动吧，等等，再观察一会儿。还不行动吗？不，不是他，那个送外卖的是那个人叫过来的，用来试探。这种变态杀手，他享受的是瞬间杀戮的快感，所以他不会去凶手的房间，而是会去死者的房间。